哎，各位大家早。哎，等，干，这个头发是怎样的？等下，对不起，再来一次。OK， 现在有没有比较好多？刚才那样子就好像没有化妆一样。那现在 OK 吧？这个颜值可以介绍我新的产品了吧 ？OK。那在介绍我新的产品之前呢，我给大家看一下新的奶酒布雷，它叫桑葚奶酒布雷，是用桑葚酒再加贝里斯奶酒，然后加鸡蛋、鲜奶油，对。其实我昨天发现一个很好笑的事情，就是大家都叫 cream brulee。但是大家都没有用 cream 啊， cream 就是鲜奶油。那我觉得只有我在用鲜奶油。OK， 话不啰嗦，我们来吃吃看。那吃东西的话，是不是要有一个汤匙？大家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？这个是丘比特的箭，刺到你的心。OK， 这样是不是有点油 ？OK， 那我们来试吃一下我们新的产品。拿起我们的丘比特的箭，然后打开盖子，吃我们的桑葚奶酒。你看，来粉丝先吃。我等一下要开车，虽然这是奶酒，可是它并没有，并没有，你不会吃到酒精，然后非常的好吃，口感非常的绵密。我不知道大家对绵密的定义是什么，反正就是很软，很 OK。然后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个特性叫做 easy to swallow， 就是很好去吞咽的产品。OK， 那就这样子哦。桑葚奶酒布雷加丘比特的箭。大家好，我是 Goldie 哥，那就这样子咯，拜拜。